您辛苦了，您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他们都走了，行，别客气了啊，咱找机会咱们来出全的好不好？行，可以啊，小月。哎，会了吗？我学他干什么？我啊，不是你不让我上来，不让你不学评剧吗？我不学。你不学让我上来干啥呀？哎，他就是玩你，嗯，没事。哎哎呀，不，我怎么样？仗着腿短踢着不成。踢那么高，踢我腿肚子上。你认便宜吧啊，往上踢我都踢脚后跟上。师傅啊，咱俩别唱太平歌词了，那多新鲜的，唱回歌嘛。这是您的弱项，这是我的强项，好不好？我唱歌唱得好极了。那个你打算唱一什么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听得够够的了，真的孩子，我早就唱吐了。对对，我都快，我听了十多年了，知道吗？那个孩子，我求你点事儿，好不好？您说，以后咱们在这个台上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。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出来的这都是啊。行嘞，师哥，咱说点事吧。您说什么事儿？云鹏啊，要说唱《五环之歌》被我制止了。太对了，太对了，我这那个玩意儿都唱的都不行的了，我都听恶心了。那是，我都吐好几天了，知道吗？他也说了不唱了，但是说要唱别的，这我是外行啊。哦，那个他唱别的。啊，他唱别，他除了五环之歌。